你们两个一个是泰鲁格族，一个是泰雅族哈。嗯嗯。那有没有学泰鲁格族跟泰雅语？泰雅语的话，我没有学。对，我也没有学。靠过来一点哦。哦，好。那我来问一点，那个妈妈会不会讲德鲁古话？有没有教过一点点？有啦，有。不什么？哈？妈妈叫不什么？看镜头，看这边，看这边点。不不，念一次。不不。念一次。不不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个、就是妈妈。那个泰雅族的叫雅雅。雅雅。啊、哦，那个德鲁古的爸爸怎么讲？德鲁古的爸爸。爸爸。达玛。达玛。那个，哎，泰雅族的怎么讲？泰雅族的。啊，我想一下，泰雅族我突然忘记了。两个坐近一点，镜头比较大。好，那个狗会不会讲？狗会讲了吧？泰鲁格话，狗怎么讲？达姆。那就转过来，会不会？让我看哪边比较亮。因为那个会好，这边转这边好了，比较亮。弟弟转这边，转过来。因为那个阳光太强，会黑黑的。好，念那个泰鲁格话，爸爸叫达马，再念一次。达玛。哦，那个泰鲁格话阿公怎么讲？巴什么？巴基。啊，对对对，念一次。巴基。你不要距离不要变远哦。巴基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念一次。巴基。好，那泰雅族的叫Udas。Udas。对。泰鲁格的阿妈怎么讲？巴什么？巴伊。咦，很棒。达雅的呢？雅基。雅基。念一下，雅蒂，靠过来，比较大。我没有学过，所以我什么都不会。你就顺便学嘛。好，看镜头。好，等一下会放给你们看哈。那个狗怎么讲 ？Hold 什么 ？Hold 啦。Hold 什么 ？Hold 啦。Holding。Holding。有没有听过？我听过啊，我阿嬷讲过了。那个泰雅族叫 Holding。Holding。Holding。啊、哦，牛叫嘎什么？嘎棒。嘎紧。嘎紧。看镜头要看镜头。鱼叫什么？苏什么？苏鲁。苏鲁。哦，这几个就好了。鸡会不会讲鸡？鸡我不会。鸡会不会 ？Low do。Low do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帅帅的看镜头啊、哦！叔叔现在是不是用手机？你们有没有在用手机？有啊有啊，现在在用。先听叔叔讲，用手机去录巴伊巴基雅基尤代斯的母语，然后就放出来可以自己学，很好玩。会不会录影？我会啊。对，用手机录影学母。很简单哎。对，用这个去录阿公阿嬷哈，懂不懂？就很快，嗯、就按录影就好啦。等一下回去问爸爸妈妈。按录影去照这个。不是，你可以录下来。我忘记妈妈什么？妈妈母语的是母。什么讲？哦，等一下，雅雅，布布，他们叫雅雅，我们的叫雅雅，对。那我们的呢？德鲁古的叫布布，布布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个你们会不会 B-box？ B-box。啊，对对对，多一点，对。我不会啊，我只会这样。好，换你。哎，很好。好了。换你，泰雅族。水瓶用。不会，我看过一个 B 吧，他很强哎。哦，那会喜欢唱什么歌？周杰伦的还是王力宏？谁？一点点，流行歌。我会唱怎么了？周杰伦，哦、我喜欢周杰伦。好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换你哈，你先唱怎么了？预备起。啊。随便唱一点，记一点点就好。你需要新恋爱的颜色。好了。多一点。啊、要唱到怎么了这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有一点不会唱。你的牙齿怎么了？哦，得被牙齿拔掉。没有，要换牙齿，要长新的，不要怕。没有，他明天要去拔牙齿。你就唱，牙齿怎么了？不要。很可爱啊。啊，那你那个三年级了哈？嗯。牙齿都新的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介绍给我看。叔叔叫比黑。比黑。那个国语叫周喜方喜。周喜方喜。
的入那个那个工作室的话叫吴大师比比，不能乱用哈，这个是叔叔比喻生命的意思，不是说跟超屌牛逼的意思。吴大师比比，对，那个是叔叔的工作室名字。这边是不是有很多那个织布工作室、木雕工作室？这个吴大师比比，对，不能乱用哈。就是有，主要是比生比喻生命，男女生命的意思啊、哦。嗯，很恶心呢。为什么恶心？感觉没有。如果是太阳，如果讲很用力的话，很恶心呢。吴大是几斤呢？比比是女生的几斤呢？那个是比喻超屌的意思。我们有时候讲超屌很厉害，叔叔是讲比喻。你很屌、哦。我说你很屌，讲母语很屌，会讲母语很屌，有没有？那多学德鲁古话才会很屌，知不知道？母母是妈妈。对。雅雅是妈妈。对，要讲母语就很屌。大陆是不是讲牛逼？哦，有没有听过牛逼就是厉害的意思啊？那个我刚才在学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清楚的是妈妈，因为我在听说她是要牙牙。对，妈，德鲁古，布布，布布，水叫西亚，西亚，对，念一次，西亚，啊、哦，很现在很热叫大陆，念一次，大陆，大有个呼，大陆，大陆，换你。大陆，对，有个是什么意思？热，大陆是什么意思？热，我就说热啊，你有没有长耳朵啊？有啊，很热叫大陆，念一次。大陆，嘴巴怎么讲？那我等下骑单车，我就问我妈妈讲。嘴巴怎么讲？我大陆，嘴巴念。狗啊！哦，对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狗啊！对，念一次。狗啊！看镜头。狗啊！哦，眼睛会不会？眼睛哦。都。不是，那是耳朵。都俩。看镜头讲，再一次。都俩。再一次。都俩。很棒，换你。都俩。都俩。都俩。哦，鼻子呢？鼻子我们学过。摸什么？摸。摸黑。摸黑。念一次。Okay. 如果念错的话，再请阿嬷阿公教你正确的哈。那个。你几岁了？40多岁。那个，你会不会来先听哥哥是叔叔讲哈？会不会想把德鲁古话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？还好还好。为什么还好？为什么没有很想？很想很想很想。哦、那你呢？会不会想把太阳话学好？太阳话。嗯，妈妈的话。有没有要多跟外婆学哈？还好，布布是妈妈。对，布布布布布。嗯，我是还好。好，那个坐着。好好好。好，那个看这边，泰雅的跟德鲁古的看镜头。喂，弟弟。好，那你们两个都是念富士国小吗？啊？两个都念富士国小吗？不是，我是蓬莱。哦，打棒球啊。哦，你是棒球队的、哦？没有，我不，他是我是蓬莱，他是那个什么？我是棒球队的，我也是棒球队的。你是新城还是富士国小？新城。哦，你读新城国小，因为新城国小才有棒球队啊。有、啊。那你认识那个林晨瑞吗？林晨瑞。然后奥花村的泰雅族的，你们不是很多住校学长住校？对啊。不认识啊、哦。我忘记他了哦，因为我都没有练球啊，没有人来叫我啊。你是在旁边捡球啊？对啊，教练教我，我都会啊。哦，他打我们家。嗯。那我那个学校很扯嘞，幼稚园就开始叫棒球队了嘞，骗人呐、啊！哦，没有，大班的时候，大班。哦。大班的时候他就在练棒球，我是二年级才练。啊，你大班就在练棒球了？啊，我是二年级。你大班就在练棒球了？没有啊，先想没有啦。有，以前你还没一年级的时候，你也是一样是棒球队不是？对，我没有去练棒球，你只加入棒球队而已。哪个？因为我还没报名。哦，那你们早上都会来这边打球？
有时候啦，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。他不在，我就跟我哥哥啊、姐姐啊。